其实啊，我看男人真的是没有什么眼光，但是呢，我对于其他好吃的东西或者是用的东西，我觉得我的鉴赏力算是蛮高的。然后呢，再加上其实我为什么会选择这个日本光速蕨胶原蛋白？它厉害在哪里？它厉害是因为它是在日本算是胶原蛋白的始祖，而且我吃胶原蛋白，我真的吃了非常多的品牌。那唯一吃到这个牌子，让我觉得好像真的是蛮有感的。以前年轻的时候，我们在寻求的就是脸要凹，然后看起来很像国际名模，然后看起来就很有棱棱角角。对，但是我觉得上了年龄之后，不能再凹了。你不能再凹，你再凹，你看起来就会很对，很像晚娘脸，就是眼睛也凹，刻薄。你明明就是很开心，但旁边人说你为什么不开心？生病了吗？心情不好，那就是因为你胶原蛋白流失。然后胶原蛋白流失有很多原因，比如说就是真的老了，然后再来就是你作息不正常，你有抽烟，你常常喝酒，甚至晒太阳也会让你的胶原蛋白链断。它那个长回来的速度哈，远不及你流失的速度。没错，但是因为这个呢，分子非常的小，它也好吸收，所以它除了会补充胶原蛋白之外，它还会增生胶原蛋白，所以你的脸就是看起来会像婴儿的皮肤，然后会蓬蓬的。那再加上因为有时候脸一干，其实看起来女生就会很老。那因为呢，我最近呢快要换季了嘛，那换季脸就会很多状况啊，比如说干啊痒的问题。但是因为它里面有一个成分是赛洛美的成分，它会帮你抓住水分，赛洛美，对，让你看起来很烹润，然后水润有光泽。烹润很重要，对我们姐姐来讲，对，就烹润是我们的追求。上个礼拜我去日本，就环球影城太阳超大，然后它一点钟有一个游行，三点钟有个游行，我还带阳伞，但他们说你不能撑，所以挡到会挡到，但我就很担心，我想说完蛋，我回来一定会黑两阶，但我还是很白，对，因为你喝这个啊，对，所以其实我觉得补充胶原蛋白会让你比较不容易晒黑。很多女生都会在意脖子，然后或者是手肘、膝盖、锁骨，它都可以帮你顾虑到。我觉得这个真的是很棒，而且它的 CP 值很高，因为你喝了，然后它就可以让你的全身都看起来很漂亮。棒，对，然后它全身真的很美呀。它为什么变成咖啡呀？不是因为这个，它就是一包粉嘛。然后可以掺在任何东西你喜欢的基底。像我早上都是放在，因为我早上都会喝精力汤，就是绿汁。绿汁，我一直喝绿汁，或是我会用 yogurt 打一些水果这样子，然后我就会丢一包进去。没有，你很熟啊，这个牌子你有，啊、你有在吃。我喜欢蜜露可娜。怪不得你们两个都像仙女啊。还有一个人，牛尔老师，他也有在喝。谁？牛尔老师，他也喝。他喝了十几年，然后我们也搞不清他到底几岁，吸收能力又好。对。真的会看到有差，其实就真的是蛮明有差，蛮明显。因为我吃过超多品牌的胶原蛋白，像我身旁的朋友都会怕这种就是有腥味的胶原蛋白，所以我会建议呢，他们就先从小盒的试试看。胶原蛋白最重要就是味道了，对啊，那个味道如果你实在那个吃不下去哦，啊，再多功效你也没办法。对，那我刚这样喝的感觉哦，我觉得味道很好，因为它没有我们熟悉的胶原蛋白那种难以入口的味道。它是一个日本百年大厂，我觉得吃的也很放心。那我觉得买也很容易买，就是上网或者是打电话去。哦，还不用说跑去店里面，你不用。然后它也是不用运费，这一点是我还蛮喜欢的。物超所值，物超所值，真的保养全身。对，然后就是除了让你的脸看起来很烹饪之外呢，我觉得看起来就好命啊！你恋爱快来了，真的吗？敏感，快来了！我跟你讲，这成真了，你马上有人可以撒娇了。这个就是你看，爱情来的怎知道，对不对？真的，所以你知道，女生一定要永远的就是保持好自己，要准备好，就是你的恋情才会遇到更好的人。像我八月份去参加一个活动，然后我遇到一个摄影师，摄影师帮我拍照，然后他就 follow 我的 IG。然后后来有一次朋友就祝我生日快乐，我就把他转 po 上去，然后他上面就写我的真实年龄，然后吓到他说我以为你跟我一样才30岁，我听我是超开心的，整个飞上天。真的吃对东西，用对好的保养品，真的是别人都会看得到。